认真去处理这个代志。哦，当然政治大学有一挂，有人讲啊，我专门研究西班牙，有西班牙加文，有研究日本的日本，啊有苏联。但是因迄个物件，算讲伊课程的安排，甲研究的内容并无适用。所以一旦发生代志，哦，我拢唔知道，我就去看海外人报纸安那写，吼、哦，啊，美国啦，还是讲英国、欧洲啦，吼，人安那研究的物件摕来甲翻译安尼尔，那煞变作无专家，吼、哦，安尼袂使。咱将来吼、哦，需要各行各业拢有人有算个专家，会当做甲变一个专家。安尼是马上有问题先，咱发生啥问题先，咱民间的力量。对，拜会当帮助咱政府来解决这问题安尼，所以这是咱针对讲吼，将来咱有一天咱也摕到政权，吼，将来有一天中华民国已经离开台湾，咱要安那建设台湾时，咱都要首先想讲，想对这有诶无诶，吼，一挂真幼诶物件，吼，拢爱用心来做研究，所以我一直伫这个所在拢。鼓励咱的同心，尽量利用时间来看册，来找找相关的资料，来亲自做研究，那就正做同款。吼、哦，足侪物件拢爱亲身落去体会，亲身落去吼动手，安尼才会深入了解。这是咱讲着讲，公共政策中心，吼、哦、啊，甲延伸讲，哎，咱每一个人希望每一个人吼，一个人爱做十个人来用，吼、哦。一个人爱做十个人来用，所以就是讲，一个人爱每一个人拢爱发挥伊个力量的时，咱人才就够侪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足大个呢。啊，其他最近咱有关咱民政府以外的较大个代志，就是宇昌吼、哦、生技公司这个争议，吼、哦、蔡英文迄个宇昌武昌吼、哦、这个公司吼，哇、哦哦，咱就甲看足清楚个。我即下若用的时，哦，真罕哩去，本来就真罕哩看，看这里即摆只有关电视台啦，大部分拢看 CNN， 啊无就看这个 Discovery， 啊无就看迄个 National Geographic 吼，啊看一寡国外。啊最近啊，宜昌这个物件吼，有当时哎、欸、看只看看外先，甲全55台、54台，啊50台、甲56台安尼看，吼、哦、特别是9点甲11点中间，呜、哦，咱就看出讲哦，拢完全甲过去同款。只要发生代志的时吼，国民党媒体一直甲顶，一直甲拍，一直甲啊，要甲喊要死啊呢！吼、哦、啊，这种一贯的作风啦吼、哦。啊，我头先啊，你甲问这个来请教这个咱郭宏斌郭牧师，伊讲啊，这些代志吼，你唔知知无？讲刘玉如迄、那个文件啊，本来宇昌的申请案是伫3月，刘玉如甲迄个时间啊。填做8月，啊，8月就超过520啊咧，安尼当然这就变作讲真严重的错误啊嘛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就当做一个简单的结论来讲，国民党要打击一个人是无所不用其极啦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啊，我较怨叹的就讲，刘玉如是一个学者，啊，刘玉如老爸刘庆水，恁大家唔知知影刘庆水的背景无？刘庆瑞。刘清瑞伫50年前，还是讲40、50年前，是足有名、足有名的一个政治学的教授啊，台大政治系的教授。啊，伊的太太就是郭婉容，郭婉容是经济系的老师啊。哦，啊，刘清瑞伊是足少年的时，伊指导教授就是迄个萨孟武。萨孟武，你唔知知无？罗姐，你知无？萨孟武退休前，迄当大学部的课，是我迄当阵阮家修的政治学的课程。阮家修迄学，迄两学期了，萨孟武就退休啊！伊家伫研究所开课，啊，就无伫大学部开课安尼。好、哦，啊，萨孟武是迄当阵呢上有名的政治学教授，伊是留级咧。所以日本嘛足通的，吼、哦，阿姨嘛足骨气的，无爱去做国民党的官，是这款的人。所以刘清瑞伊本身嘛对国民党有意见，但可惜足少年就来过身去啊，吼、哦，足少年过身。
我伫我高一的高二的时阵，我就读过伊的册，读过刘清瑞、刘清水的著作，吼、哦，感觉讲伊文笔足好，学问嘛足饱，迄种足钦佩。啊，之后我伫政治系转经济系医生的时阵啊，我做过研究助理，啊，拢参郭万荣老师吼，拢、哦、利用这个经济统计研究室，吼、哦，经济统计研究室。迄、那个所在用电脑，迄阵的电脑用手摇的电子计算机，哈、哦，电算机的哦，诶，对手摇的手摇的那个计算机，你做一挂诶资料的整理啊呢，所以我参郭万荣教授嘛，足熟个呀。啊，我想这尼啊优秀的爸母生出来的查囝，伊两个查囝，吼、哦，啊，应该是足优秀的。但这优秀是伊的专业的优秀，脑海内底。所以那是国民党的屎，迄、那个优秀是无路用的，迄是无路用的。哦，啊，我甲伊嘛是拢有熟识。哦，啊，我研究的物件，我研究迄部分是较属财政迄方面的，有关财政的问题，伊有当时我会甲伊请教。啊，我的文章伊嘛会甲伊投去，哦，投去看呢。哦，我是甲伊当作讲，哎、欸，一个后辈，一个小妹妹。迄当阵我读研究所，咧参。郭老师在经济统计，就是台大法学院吼，诶，来这里做研究的时候，伊要派迄个高中的册包，初中啊高中的册包去找伊妈妈，吼，两姊妹去，我拢有印象，吼，伊是真优秀，伊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，足优秀的，所以咱看足侪学者，伫台湾足侪学者，拢伫专业方面拢真优秀，但是讲到政治的判断，甲政治的认识，会使讲。足幼稚园，非常幼稚园的迄个程度，足可惜。所以啊，我感觉较怨叹是这件代志。伊若是甲这个文件，本来是三月提出的文件，申请的文件，改写作八月，甲改作八月，用伊的手笔写作八月，安尼就是伪造文书，安尼是都不应该。这个违背一个学者求真求实的精神啊！哦，我是讲简单伫遮。甲做一个报告，那就这点来讲，我是同情蔡英文去用对杀甲这个程度，因为啥？伊应该爱认识中，蔡英文应该爱充分来认识讲，那是中华民国体制拢是歹，那是中国人讲的拢是有错，安尼先伊来觉醒，领导咱台湾向前迈进，咱是安尼个愿望，咱就希望伊会当安尼做，所以吼、哦，咱伫遮做一个呼吁。希望讲，伊会当甲咱徛做伙，甲咱民政府、甲咱法律论述完全徛做伙，同意讲中华民国是一个流氓政府，伊毋是，吼、哦，伊绝对毋是，吼、哦，伊讲诶讲，伊不再是外来政权，伊又是外来政权。中华民国政府就是流氓政府，伊无法度代表咱诶本土台湾人，所以伊毋是台湾政府，咱一定用即个方式。来给伊呼吁，希望伊较紧觉醒，唔通像刘易如安尼去甲国民党斗扛啊斗做伙，啊然后咧所作所为所讲的拢是骗人的，吼、哦，咱希望安尼。最后祝大家啊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伫这两三天内底会当有足济收获，吼、哦、啊，和咱大家让智慧大开，然后大家一起来，甲南京徛做伙，共同为咱台湾来拍拼。多谢各位，谢谢，多谢。各位请起立。立正，今日请坐，休困十分钟。